先。路上是否摆满面包，也不知我是否还能回去。全军出击！你自己打一下，或者打蓝，我们俩杀人。先杀哪个呢？先杀寒冰，哎。这卢仙这眼儿插的还可以啊。咦，力量意味着你的毁灭。他俩没来啊。我就今天就踩你了，又能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我踩你一下。没有什么怜悯。踩一下。踩寒冰，扒一下，有点猥琐，不好杀啊。这卢仙带的是铜印，放出来点吧，现在不好杀呀。把兵线放出来点，不要老推，老推的话我们杀不了对面。五个车了。我身上这个战利品挡着那啥了，你把他们放出来不好杀，你不放这寒冰出来很难杀，知道吧？兵线得到中间才可以。对，你补最后一下，你让那寒冰补刀。一会儿我们扛兵打都没有问题啊。骂他呀，骂他干啥呀？骂他不至于吧。OK， 他 W 退线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！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啊，兄弟们！这寒冰确实是真够猥琐的，先插个眼，别着急啊！他这波必须得出来，我上了来。天界止步不前，他不补刀算了，他不敢上，没事。我们的 W 千万不能被锤石的 E 给断了啊！我直接闪现踩一个拖平 A。这寒冰太猥琐了，好难杀，好不容易找一波机会，我天哪，真不容易。要上战场，先要顶天立地。我这锤石怎么回事？先减速他啊，直接把他扒死。哎呦，走位不错，没事，我们游弋啊。哟，这锤石走位不错。我是长枪的尖锋。百折不挠，感谢轻奢。他不敢跳，没事，让他跳来。杀打野，杀打野，杀打野，杀打野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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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死了，我死了。哎，我们俩要不上的话，他们这螳螂不上，你知道吧？这就很烦。不亏呀，嗯，还行吧，只能说亏倒不亏，还好。只是应该把这螳螂杀了的，这螳螂4-0呢。快点来啊！这波炉仙，这波炉仙，好的，谢谢。这个炉仙没什么蓝呢。不及上吧，这波。我估计那螳螂可能还在，先不打了这波。好，我们直接踩住，擦，补个炮车，差不多了。这你不能被勾了呀，你被勾了就完了，我扎你一下子。那锤石那个E刚好把我的 W 给我断了，我没办法。我们能单杀这寒冰，别怕啊，能杀。我这波爆发很高，炉仙没有加血。直接推吧，这波赶紧推。推完我们回家。先来个清灵之靴。走，上路支援一波，小心点。或者中路支援一波，这都可以。是你们会输的，我让你知道知道谁会输。我让你们会输啊！你给我死！哎，你们会输的！瞅你那个熊样！这波下路我们看看到底怎么打啊！这波我有闪，直接闪现踩寒冰，杀 A， 再平 A， 给 ADC， 我们不要这人头，炮车收掉。螳螂有可能在旁边啊，时刻 W 放在捏在手里啊，他只要敢出来，我们直接一个踩。啊，直接踩住。八 A， 你还敢回来？你真不知道我们家炉仙到底伤害有多高啊！操盘，我一个辅助，我抢那么多人头干嘛呀？
我的 ADC 又不是傻子。哎，又超凡，别，嗨，别。于是我握起长枪，瞄准天际。每天的黎明都是诸神打个针眼，因为那时的凡间比星辰更明亮。我就踩你锤石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对不对？咱不行就杀着锤石 ，A 一下再杀，闪现走了。无所谓敌人或盟友，不行就杀锤石呗。这波锤石我估计回家了，我们直接越塔啊，杀寒冰了。踩住 A， 再 A， 塔后眼给踩一个，看好他们家螳螂到底在没在。随时能杀，直接踩住点炎 A， 先走。我们叨，你把他收了。哎，呀，我出错了，其实我出星石不厉害，我觉得潘森还是出木印厉害，你知道吧？卢仙这会儿拿三个头了吧？都好，他都七杠一了。我们上路帮那个大树赶开一波啊，先别发信号，发信号了大树就捆他了，知道吧？先别发信号，等我们走到了，差不多走到了，我们哎差不多发信号了，哟，踩住八 A 再 A， 你们会输的。我三速还，你跟我跑，踩住 A， 你们会输的，回家了。回回用大招跑都跑不了，菜样吧。关键他每回用大招跑他还跑不了，你知道吧？千百次我曾找到自己新的极限，而我仍旧一心前行。这波中路帮一波啊，这里没有眼可以上，别着急啊，可以杀，打个眼来，踩住，先放 E，A 杀，我帮你赶开，你还给我点问号？没有我的赶开，你能拿着这助攻吗？我们给你线都给你收了。我会记住你，会向天界高呼你的名字，成为传奇。先踩螳螂。别急啊，别急别急别急，好，这位置别着急，卢仙可能要到，直接踩住螳螂扎 A， 闪现平 A 一个拖，好，这波杀寒冰，先踩住 A 接一个红木拖，接一个平 A， 针眼卡这里，杀他一下，哇哦，
这小法师这么不怕死吗？他为什么觉得我伤害不够杀他呀？西安的电话。喂。股票。我这辈子不带买股票的，我根本我压根我就看不懂那股票是什么意思。那小波这样式的。下件装备咱来个啥呢？是时候把收集者派出来了。真难以逾越，甚至不一定真的是善。关键我看不明白这股票是什么意思。这波小龙给了吧。先爬个眼儿，扫描一下。哎呀，其实我们可以来一个那个暗影扩建。救一下这卢仙啊，踩住小法师 A 戳 A，直接开 E 往前顶，卡个眼儿，往后拉，一个戳减速俩，别着急，这波直接开大飞打伤害，咻！那石头人他能打得死啊？我们直接欧欧欧，你来，啊！你没好。这个暴击我给卖了，我出暗影扩建，这玩意儿没用，换这个。放 O O O 啊，可以。等会儿啊，我看 O O O 这歌是什么来着？先把眼儿给查好啊！但我们必将凌驾万物。螳螂，我们家 AD 其实是有点辜负我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杀了十一个，他到现在不是那么很厉害。刚才这个 OO 出的有点慢了啊，这个 OO。左边插个眼儿，看看有没有红。哎，上路可以杀。来了。又杀的石头人，哦哦哦哦哦哦，杀！哎呦我，这塞拉斯有点舍己为人那种感觉了啊！往里进来，跟我往里进，踩点了，踩点了，来踩住，踩住，哦哦哦，杀 ！A，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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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 ，A 杀！Yeah.
直接飞他啊！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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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石头人活了，飞了容易团灭，说实话不合适。再给我来一个炮车就行了。跟你们说啊，细节一点。先回家。细节一点。这个东西当它剩五十几块钱的时候，你攒到三层去中路吃完兵。你知道吧，再去中路吃兵。你等它两层或者一层的时候，你吃完兵了的话呢，它这个被动就没了。你吃小兵队友就不加了啊，这就会少一点东西。你知道吧，这就会少一点钱。这就叫细节。我得来个跑得快的装备，先来个板甲。我可以来个黑切的板甲，再配个黑切。这波可以打，好像不能打，到底能不能打？我不好去呀，这下条龙得要了啊，这条龙没了就算了。好，这波直接吃三个兵，一个兵。你们怎么回事啊？给兵啊！你看这就队友的就不够细节，少钱了吧？这就你看少多少钱？我们细了，队友不细也没用。走，来过来。这就别回头再那啥了，先扎平 A 点盐，再 A， 等他跑了，我们再 W 他。先来一个扎，别着急上啊，这波不好上，先吃个药，打个眼儿，看看对面还敢不敢追，我们再扎一下，跳弹过来，先杀锤石，上去扛打 ，A 一下。搭一个炮车，攒个被动，这波把寒冰杀了，不行，螳螂来了啊！螳螂来了，不行了，走了，好。这个寒冰可以杀，我们卡的视野过来，哦哦哦，一个扎，左边螳螂快走，跟我来，他一个 W 你就死啊，好，回家了，别停啊，那都不打了，还欧什么玩意儿呢？那都不打了还欧。先排个眼儿，直接杀石头人，石头人跑了，哎呀，有点慢，停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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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面插个眼儿啊，杀他。点踩，别，哎，好，再打螳螂剩过来了，我们的 BGM 呢，打完了，这个小法师我先把他罩给他破了啊，弹个眼儿来，他以为我要上，其实我们不上，再杀他。好好滚，直接摁波浪剑杀接 E，
走，回头减速，走位，卡萨丁自己上，我们不上了。石头人来了，都活了，我们装个逼。闪现他也跟不上我，所以我不害怕，并且他都打不过我。扫描一下，踩住，哎呦，他也有扫描。他们可能要打大龙了，他也有扫描，这我没想到啊。嗯，塞拉死的有点惨，我估计对面大龙应该是拿下了，可能应该是拿下了。我吃点鱿鱼，大龙可以拿下，小龙可不能拿下了啊！我们这波直接开大招，往小龙走。我扎这龙一下能扎一千多呀！那蓝确实应该给卡萨丁的，毕竟卢仙是夺萃之镰，也不缺蓝。走位，扎他一下，踩住石头人，点岩套上，给个扎，好走位。W 我们没有用，没关系，继续先杀这石头人。别人可以不杀，卢仙死了我们管不了这波啊。扎一下小法减速回来，他们家马上基地爆炸，他打不过我们。扎，哎呦有点痛啊，我交闪好了，这波应该交闪的。失败，真是失败。失败了，没有 OOO 啊，下波再 O 忘了，没事，应该说不了。首先对面石头人装备不好，他扛不住，其次我们家后期有卡萨丁，再其次小法师装备也不好，寒冰装备也不好。我还要死多少，茶狼装备好没有用，这个英雄，嗯，虽然能起得来，但胜率不高。我们只需要五个人打团就可以了。先查个眼儿，扫一下，再查眼儿，雷一下，直接上来踩住他，扎他一刀 ，A， 再 A。直接点岩把他大给他打出来，踩住 A 拖，好大，扎一下，闪现斗，这不行啊，这不有点尴尬，卢仙跟不上，跟不上虚区啊，后边的小法师先走，哎，我走位很好。能不能把他罩给破了也？站在卢仙旁边啊！一换一，这可救不了啊！我们不能上啊，因为卢仙没在我们旁边。好，他杀小法师，我们就杀小法师啊！踩住，杀 A。帮他挡一下，
再搭，来人了，大柱，大柱来了，但是没啥用啊，人家石头人活了。这波俺们属于2-5了。逗留的时间他有点长了，你知道吧？呀，哥呢？对号忘了呀？你早怎么不说呢？那一开始打前就说呀，要不然这波就赢了。寒冰三件套，卢仙五件套，卡萨丁三件套，塞拉斯两件套，大树两件半。他大树的装备怎么跟这个石头人装备差不多呢？起了个怪了。等一下，卡萨丁16也可以，其实。来，我们小龙。小龙，小龙，小龙。等一下人。这个视野好像在这里啊。找到自己新的极限，我仍旧一心前行。先扎一下，这里肯定有人，100%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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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位，哎呦，就杀我呗！电竞锤石，开 BGM， 飞，踩住这寒冰，杀！哒哒哒哒哒，这也不行啊，这都死了，没打过呀。这也不行事儿啊，这等一下卡萨丁16吧。哎呀，大龙好像要没了呀。放慢了呀。好吧，不是立定跳远，我刚才没有技能，我上去也就只是超级兵，我没啥用。其实我到现在这个时间点，说实话还能有啥用，也就是充当一个控制的英雄。你要让我单秒寒冰，可能我还能秒得了。辅助不开团，老是让队友卖。刚才不是小法师闪现框我，然后我把技能吸收了，我们上开团了吗？啊，辅助开团，你说我带节奏；辅助不开团，你说我辅助不开团，是这意思不？那我就队友也不看，我就硬着往里冲，我像个傻子似的，我这愣头青往里冲，是不？那啥话都让你说了，你呢？先插个眼儿。听见自己的心跳。知道你还活着，先打个400块吧，把黑切做了。我们再来一个石头人，200块钱。回家，我线眼给他们查好了，应该不会死人。右边视野跟线眼都查好了，现在就差左边视野没查了。复仇即是寒冷，守一下吧，没事。他们不太好推，他们推啥，我们可以直接开大招的开的。先走，踩住，杀，再扎，飞过来。你这卢仙别往这么靠后啊！先杀他垂直不行就。我应该够呛了，那小兵把我打死了。
卢仙有没有大招啊？他们还剩俩吗？还剩三个人呢。剩三个人不行啊，他没有水银，那一筐就死着。行吧，那就下一把吧，这就没办法了。我们家这团战打的有点稀里糊涂的，你知道吧？首先塞拉斯死了，死完以后卡萨丁往上冲，卡萨丁往上冲，我寻思我们这边应该能打，那卢仙站可靠后了，他可能以为这边不能打。